梅香最近也做到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慈天毕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毕生公园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我管这多亲咱家空五感恩，那要连线开讲破道了吼。啊，咱都卡这个电话5966449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有啥物问题，需要梅香做解答服务的，或者是你有灵验的过境要跟阮分享的，都可以啦，吼、哦。来，今日来安排一块药师佛站，听看卖哟、哦，袂歹哟。今麦所收听一段，甲听一段就好啊！吼，好。在，咱呢？听众朋友讲要听数天数，等下再给你做安排，然后，听药师佛咒，咱定咧讲梦，然后啊，咱有时啊定讲，心生种种发生，心灭种种发灭，是唔是咧讲你有啥物念头，啊，就有啥物现象加啥物款的相应，然后，如果啥物念头嘛无。现象嘛，就是重生起，啊，就是讲，不管是咱拢有伫念头，就是，逐工拢有念头咧生，念头咧生啦吼。啊，这两句就是讲，人呢，吼，伫这个唯心论内底，吼，伊个义理相当有较深淡薄啊。但是即马呢，吼，咱即马讲现象，吼，咱要甲加上，讲要安怎去甲说明。啊，这两句话简单来讲，就是讲，咱个念头甲身体。能够改变环境吗？它不但包含心理学哦，也是超越心理学的层次。咱人来一直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，敢会当因为起心动念，你来改变你的环境？以前啦，以前
说人在苦闷的时候，失意还是悲观还是倒霉啦，不论看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觉得不舒服不对劲。当一个人工作不顺心的时候，还是感情不称心如意的时候，事业工作都没有顺利的时候，你说你能够充满活力吗？也应该啦，人若悲观还是说遇到在倒霉的时候，心情一定不好啦。但是呢，跟不同样的心境下看同一个世界，对吧？咱现在说台湾还是说世界，咱看不到头啦。但是台湾，咱就说台湾本岛就好，台北的天气跟南部的天气跟中部的天气就不一样，台湾就没多大，没多大地啦，没多大地。但是在北部在落雨，南部在出日头，这么大粒，二三十度，就是不一样，但是同一个天空，不同样的心境下，看同一个世界，会有不同的心理跟身体的感受吗？会啊。所以说心生种种发生嘛，就是说心理学的战术，在说的就是在说，说会通的就是体会会到啦，讲不通的就体会不到啦。另外一个赞助就讲比较较深，就讲咱所看到、接触到的人、事物、现象是怎么来的，都是由于心的活动，再加上身体的行为。有啊，你心触动了后，你身躯的行为，心下了判断，做了决定，然后由咱身体来执行。这个决定三星运作因素呢，我们改变了这个环境，我们环境改变了，有人想要买房子，于是他一定要存钱跟赚钱，然后呢不够还要去借一点点钱，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这间厝买起来。为立场来说，我们主张提升人类的品质，要建设人间，成为净土，敢有遐简单嘛？袂遐简单啦、啊！咱主张讲要来提升咱人的品质啦，要建设一个人间净土啦，你必须为家己的内心做起啊！所以咱甲他提倡心灵环保，自己内心希望改变自己的品质，过来就是讲对礼貌上、行为上自我提升，然后用语言、行为影响别人，让咱这个环境会改变。心生种种发生嘛，是在讲到凡夫体会到的，你嘛就爱也做啊，你有体会到这一点，但是你必须要做。心灭种种法灭也一样啊，我们看到仇人的时候分外痛苦，但是如果咱若将心念甲转变一下，宽赦原谅啦，同情伊啦，以慈悲的心对待伊。当慈悲心一生的时候，怨恨就消失了。当你没有怨恨的心的时候，他不再是你的仇人。他就不是你的冤仇人，你就是不感觉看到他的不满的讨厌。这个现象也就是不存在的，就不存在了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你念头转变消失，外界也就没有固定的永恒不变的现象。这都是心里面的，所以说现象是随着我们念头的转变而变，就叫做心灭种种法灭。说到生死，人说到生死，这个只要凡夫心又起，凡夫世界就出现了，所以说只要圣人心出现，凡夫世界就消灭了。所以说佛成佛的时候，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啦，凡夫世界就不存在的。但是咱即马靠回来讲，世间拢种佛啦，世间拢种佛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畜生，拢种无人会去杀生啦，饲猪饲鸡啦，还是饲牛啊、饲鸭，这拢免饲啊，因为那世间的众生拢是佛，凡夫世界无啊。这些六畜都不用吃了，就算说咱若无杀生的世界，也无吃草的世界，整个拢种净化，
就成为一个净土，那多好。但是问题是做得到哦，做不到，不肉无肉不欢，这个没办法。来听一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数天数，迷迷糊糊，斤斤计较又何苦？数天数，数天数，十年三千六百五，吵吵闹闹，伤筋动骨，退后一步多幸福。数天数，数天数，百年三万六千五，何必等到不能动了，才去珍惜每一步。你去数一数，你去想一想，你能活到多少数？恩恩和怨怨，是是与非非，还有什么烦恼不能放？人生苦又短，人间情更长，哪有功夫论断肠？咱有孙仔在问啦，吼，讲，嘿，梅香老师吼，我有去参加恁的这个吼春秋两季的法会，啊，恁拢有徛一个大牌吼，写啊三军将士将英烈，啊，嘿是安怎咱的牌啊爱甲徛嘿哈，啊牌啊徛嘿哦，因为咱国家嘛，吼，国家拢有。一寡吼，较早吼，三军将士吼，因为为着咱的国家保护咱的国土吼，啊，所以啊，肉体下部才会灵。哟，啊，这灵唔是拢伫中烈祠啊吗？中烈祠归中烈祠的，诶，这个啥？吼，那讲三军将士，那中烈祠拢有入去，但中烈祠拢伫遐立正。吼，啊，伫遐咧耍枪，吼，啊，买一个花裤，安尼，安尼吼，安尼，中烈祠归中烈祠哦，吼，啊，咱若讲吼，春秋两季，也是讲咱咧做这个吼，啊，秋季中原普渡，吼，三军将士，吼，即个为国家，吼，咱讲
有公分的也好，还是讲吼一般的兵嘛好，吼，因伫总列词来对面，吼，他们应然是有国家在祭祀，无唔对，但是呢，真正需要咱超度感恩的，吼，即个吼历代战士伫咧沙场的先烈，我们从来在超度坛上，吼，都是需要的，吼。哦，是安怎讲？为了要感恩，吼、哦，先烈为台湾这块土地牺牲护卫啦，像讲金门啦，吼、哦，还是对打，即个所有三军将士，吼、哦，请帮他们在超度坛上立上这个牌位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本境吼、哦，本境盖来保卫，吼、哦，就是保乡卫国的英灵义魄。相位吼，拢爱甲徛，吼爱甲徛，爱感恩咱的先烈为咱牺牲啦吼。啊无这吼啊，咱心肝底要感恩呢，通常啦，吼我们真的没有见过面啦吼。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平安的社会，吼啊，伫咱较早，吼咱讲抵抗啦吼，抵抗满清也好，汉人啦吼，还是海盗啦。族群械斗啦吼，还是日本入侵啦吼，还是讲啊，咱讲中国吼，嘛是有迄个时阵嘛有入侵吼，啊要抵抗228一挂白色恐怖吼，即个保乡卫国的英烈吼，因呢无去甲归位伫个三军将士内底啦，正规的军吼将士反而是吼诶、入侵者的诶将士吼，是咱即个。平民百姓被征去战争的吼，即、个人的子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人的阿叔啦，人的阿伯啦，人的阿兄啦，人的小弟啦，吼、哦，这是为国家吼、哦、被征去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叫人去做兵，啊，像有个人去海南岛，吼、哦，去海南岛，啊，就无回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海南岛无回来，吼、哦，梅香应该嘛有讲过，吼、哦，我家己的事情嘛是。去海南岛也没回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咧讲，咱是咧纪念遮个啦，纪念三军英烈遮个将士，吼、哦，是因为遮个拢总是人个平民个囡仔啦，咱庄卡个囡仔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家己个叔伯啦，咱家己个兄弟啦，啊，因为战争去予人啊调去做军夫个啦，遮个死了才有可能啦，这袂走去中烈士啦。哦，伊袂走去咱政府的迄个忠烈祠去，他们没有，无分啦，无分。那我们只有在春秋两季的时候，徛大白祭祀，感恩啦，好、哦、感恩。安尼人才会甘愿啦，上无这是一个纪念性的超度。伊有来领受啊，无来领受，这种的感恩是咱做人最基本的条件。咱。把人为咱替咱死，为了要保卫这个国家，是别人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呢，对吧？这个大白哪有可能无甲徛，一定爱徛。好、哦，这咱哪咧做功德发挥，好、哦，想到讲一定爱徛，然、啊、后这顶官拢会交代，这个袂当无徛。所以讲，咱呢吼，虽然这样吼，讲啊，咱。三军将士不是拢在总列祠吗？咱一般的兵啊，予人调去做兵的，死在海南岛啊，就予调去做兵，死在日本的，还是死在倒的，迄种的灵吼，无大家拢会当入的，那是三军将士的意思，就讲头啦，吼，遐将军啦，吼，还是讲遐比较吼，拢在铺在顶悬的遐的啦，吼，遐换头的，遐才有走去总列祠去啦。也那无拢无啦，啊，咱一般吼，一家庭，然后一般家庭，若是有拄到这种的这一先贤吼，这烈士，较早是去用调征吼征兵去做兵的，去死在他乡外里，因嘛袂晓要安怎做啦，魂嘛唔知要安怎调啦，这有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吼嘛是爱调，吼，我们让他知道说，我们感恩他。吼、哦，因为抛头颅洒热血，是为了这个国家保卫国家保卫
全民百姓，你们是多么的轻呀，是外风光的代志。虽然恁的英灵肉体下步，但是阮时时咧甲恁，时时咧甲恁感恩，时时咧咧甲恁缅怀，用这样的心去做呢，好、哦，用这样的心去感恩呢。哦，咱唔是唯一干呐讲，啊，咱干呐要做咱的历代祖先救援去做，内底面闹拄着去做兵肉体下步的，这嘛是同款呐。所以咱啊徛一支公牌，原因就伫遮啦。好、哦，那我已经解说啊，吼、哦，我解说好啊，吼、哦。来，今日要来安排一对人生呐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再过来讲到，吼、哦，啊。感恩的所在啦，真的要感恩啦，来听一段人生。人生，咱今麦来讲吼，这个定慧解脱吼，啊，能够继续加减啦，甲开讲吼，无量的定慧解脱解说吼，就是咧讲众生在学道啦，大多数都有一点点固执，啊，也有偏的一边啦吼，所以讲吼。修禅定啊，好啦，人甲修智慧的人啊，吼、哦，个人拢有一岁啊，吼、哦，个人拢感觉讲家己呐真内行啦、啊、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咱讲食饱啦吼，
食饱只是教人学坐禅，但是无研究道理。哦，那是修智慧的人，讲食饱只是看经册啦，学智慧心袂啊定。啊，就是咧讲每一个行啦，每一行啦吼，讲持禅定的吼，只教人一个禅啦。啊，若研究道理的，就教人学智慧啦。吼，研究经册吼，当然啦，心理若无定，那么伊嘛是吼无法度。甲智慧合作伙啊！啊，一个人不管是修禅，还是讲禅定出窍，但是若无智慧，这个叫做啥？痴定、群魔禅，啊，就讲用伊个造会入魔啦。意思就讲，咱都有咧做一项，但是佫无足啦，吼、哦，无足了。意思讲，没有两样都通，也没有两样都有定力，安尼话。安尼就变成讲是痴，既然这个痴的定，群魔就会甲你定，吼，就容易会走火入魔。因为无智慧，有时阵魔来附身，你嘛唔知影，吼，你甲当作神。魔来附身，你欢喜甲要害，哦，我真正会通呢，叫做魔通。吼，啊，你会欢喜甲要害，讲哦，我真正通啊呢，结果是魔通，唔是正通，啊，唔是正通是魔通，安尼嘛就叫做啥？吼、哦，叫做人呢，头壳足好诶，但是呢，有时嘛偏做偏高平啦吼，偏高平。所以咧讲吼，禅那就是禅定的意思。但是这就是咧讲，为什么会把它称作狂慧、狂慧、狂发狂的狂的狂慧？要安怎样来修复这条路？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影讲爱清醒哦，这个醒，吼、哦，这个醒。觉醒的醒可以读作醒，啊，也可以读作醒。可是呢，吼，读拼音呢，吼，啊，都可以，但是要有押韵，要有押韵。所以咱即马咧讲吼，清醒清醒，总是希望大家较紧清醒。要修六道，就是布施，吼，嘛咧讲持戒啦、忍辱啦、精进啦、禅定、智慧啦，吼，大家拢爱来修六道。哦，你的功果才会当修满，哦，才会当成就了金身，啊嘛，才会当成就了，哦，咱讲佛，佛某人称呼叫做金身啦，大罗金身是佛，哦，所以咱讲心存贪名利啦，心处于流俗，哦，就无有智慧，哦，将灵入禅定啦，其名为痴定，心定心不定啦，念念无止息。就是难入真正正定，纵有智慧在，其名为狂慧啊！吼，就是咧讲狂慧，吼、哦、狂就是什么？若不攀名利，不处于流俗，吼、哦、了悟，吼、哦、咱人啊当了悟，悟心自如，如即见自性，见性就是禅定智慧，吼、哦、咱若有安尼，就会当解脱啦！吼、哦，解脱。流俗，吼、哦，众生所共同的习性叫做流。咱讲流行啊，即马咧流行啥？咧流行啥叫做流俗？吼、哦，即流行即个俗书，吼、哦，大家你传来我传去叫做流俗，嘛是叫做推迷之俗。吼、哦，推迷之俗就是譬如败坏风俗，啊，败坏风俗，吼、哦，就真紧败坏即个西方。不过呢，大家拢真爱咧吼。一般啦吼，那咧讲着讲风俗吼，大家好诶，无在了提升啦。但是吼，伫个社会吼，啊开始伫咧对落诶吼，颠倒人阁愈侪啦吼，对落诶人阁愈侪。所以咱若看到吼，有时啦，咱看到吼一寡。哦，咱伫咧外口面伫表演的吼、哦，有时候你看到，你会感觉讲，啊，即讲也都咧敬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哦，王爷五福千岁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咧做生日啦，吼、哦，哦，跪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迄个跳什么跳什么跳什么迄吼、哦，啊，你讲伫遐敬神，
底下敬神，唔过穿的衫裤是安尼，啊，有诶甚至也阁是无穿衫裤，伫迄个神诶面头前啦。所以讲托里公吼，诶，托里公庙啊吼，啊，因为博大家乐啦吼，啊，去甲托里公伯啊看啥，看普吉啦，是伫底看，伫托里公路内底，家己想，家己签，啊，唔知是吼，因为真正伊福。伊个福气够啊吼，啊伊个偏财拄好有啊吼，啊去托里公伯啊遐，啊托里公伯啊吼，啊人就伫遐甲写戏啦吼，甲写戏。讲托里公伯啊，我吼即马伫你遮吼看迄普语吼，啊我甲你签要签碟啊买吼，然后我钓钓吼，我绝对请一杯空落堆真闹热来考你请赢一下安尼，吼安尼好。真正伊是应该是伊有个福报，啊，若无要讲起来吼，咱咧乡夫连累安尼，以后我都变咧，啊，我都变数字白白的，搁去签搁，迄到底是注释还是福气，我是唔知啦吼。但是真正对呢，啊，真正对就请呢，请空落队伍五个唱歌，五个闹凉的，哎，托你公伯啊吼，总爱走一堆泡茶，讲托你公伯啊偷懒。为什么偷懒？还走去王爷公遐泡茶。啊，王爷公遐若有拄到这种情形，啊，走去托里公伯啊，才泡茶。那种才坎地主，才空庵地主，吼、哦。啊，明明吼、哦，我是正道，我是正神正道，吼、哦，我是伫遮。啊，是安怎你甲请这种空落堆，吼、哦？啊，来遮要五六，五六是五六，恁遮众生呢？但是名声是讲要庆祝。哦，五福千岁，圣诞千秋，也是获得精神欣慰灵感。哦，啊，叫迄个老娘的在遐，啊，脱离公伯的偷懒，啊，走去，无咧做空落堆的遐，去遐泡茶。为什么？伊唔敢看。迄个对日工作落来，看你脱离公伯坐到遐看吼，啊，一声就拍车啊。所以吼，迄天呢吼，你甲请这种空落堆去吼，迄神拢走到无半尊啦。啊，因为大家拢惊地主工作落来吼，迄就敢若袂输咱平常时啊，你讲纠察队啊，你去用纠察掉安尼，吼、哦，降级降几啊级呢？吼、哦，降几啊级？迄就叫做啥？空落堆吼，请一个主席，请人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伫遐咧讲吼，啊，今仔日吼，啊，这团吼上请吼，啊，这请主是啥？哦，安尼是毋是会败坏西方、败坏风俗？啊，人拢足介意这個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好风俗呢，大家拢无爱，吼、哦！啊，有个人即马寡义，我都安怎？我都为着要拼吼，较早是咧讲忠孝节义，寡义咧做三国志啊，还是讲寡义咧做迄、那个吼、哦、什么孝子迄种的，人个老人看甲安尼足欢喜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有个佫插佫寡义嘛会插落安怎？搁插落去唱歌跳舞的嘛有，因为惊讲吼，平平几啊平伫遐做吼，伊个平脚无人，所以不得已啊，吼、哦，完啊安尼啦吼，完啊，所以讲，迄、那个古早戏出才会改变，吼、哦、唱歌跳舞，啊，这就是咧这个世间啦吼，世间推俗，就是咧讲推迷之俗啦吼，啊，就是讲推迷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退步败坏风俗啊。哦，啊，退步败坏风俗，吼、哦，咱一个人心若贪着这个，吼、哦，啊，我都贪着利啊，啊，所以我爱来感恩，伊唔知影讲这是你家己啊有淡薄仔福气啊，啊，你钓到的，托你讲白啊，讲你那奇怪，来遐安尼看迄个香火落落，你也必有去，啊嘛必有迄个啥，佫必有号码，啊，佫有钓。啊，这有钓是恁家己福报，恁家己有拄啊有淡薄仔偏财命，恁去钓的呢？迄唔是我甲恁画的呢，画予恁签了。啊，那画予恁签，托你讲白啊，唔爱连带处分，唔做爱连带处分，对无？啊，那去财神爷遐，财神爷嘛爱连带处分，对无？五路财神钓万岁，伊敢是安尼吗？伊嘛唔是啊，对无？啊，我们为什么都要做这种事？吼、哦，啊来予遐神安尼。走无路，唔知要走去对。那看到人啊，伫遐拍扑啊，吼，开始啊，心动得很。但是神他不是像你们想的这样呢，所以叫做痴呀、啊，好、哦、叫做痴。
哦，心定心未定，哦，身躯有定心无定，啊，念念不知色，这就是咱无办法。咱即卖人讲啊，人真聪明真巧，但是迄种聪明嘞叫做狂慧，它不是真正的聪明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人呢要败坏世风啦，败坏风俗啦，啊，你有办法。吼、哦，有钱，看你要安怎开拢会使，唔过唔好无赖遐个神呐，吼、哦，啊，台红纸写大大字安尼吼，恭祝什么千岁，恭祝什么神吼、哦，啊，尤其是吼，那、哦、咧天上神庙圣诞吼，千万你都唔通甲请迄种个，吼、哦，你天上神庙秘无路啊，就爱空恁只看地主，空暗地主，恁到底是咧甲阿母都会出个安尼啦，安尼都唔好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这个是不行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咧佛家咧讲吼，要安怎去脱离这个吼、哦，这个世俗的黑薄吼、哦，要得自在之意，要有时要安怎去解脱，用什么来脱离烦恼束缚？有办法吼、哦，来脱离这个烦恼束缚，你唔才有法度解脱。吼、哦，所以讲要止烦恼束缚，要安怎去解放？啊，超脱吼，迷苦之境地。吼、哦，以前较早讲超脱，吼、哦、超脱迷之世界，故又度脱。度脱就是讲摆脱世俗任何的束缚。吼、哦，宗教精神感觉讲安尼，咱会当互这众生解脱自在。但是真正解脱是咧自家己的烦恼束缚中来，吼、哦，真正放开啦。吼、哦，这来讲的就是讲唔通迷迷惘惘，伫这個痛苦的境界内底，咱来用尽办法。要安怎去超脱这个迷世界，另外称呼叫做度脱。但是解脱两字，搁较讲得，搁较宽小宽，就咧讲摆脱世俗任何的束缚，伫宗教精神上感觉自由。但是这拢是叫做解脱。所以咱即嘛吼，譬如啦吼，人呢有人讲啊，我都做什么吼主位啦吼，啊我即嘛咧做个代志。吼、哦，有时阵啦吼，先啊讲讲即个诸位吼，那、哦、做到尾啊吼，啊会足侪歹个会走出来，个原因嘛拢有啦，都只要入去掌着权呢，吼、哦、副诸位啊诸位，或者是讲吼顾问啊，是讲吼吼啥物吼，伊都遐嘛会啊招遐招一边，遐招一边，吼、哦、大家要举手，毋得较侪人去举手，所以就会变成啥？变成讲宗教吼。哦毛因为这个管理委员会产生了真济安怎，真济错综复杂啦吼，啊像这个董事会啊吼，迄那内底钱足济，迄种庙吼，啊庙安尼济加迄个钱真正有够济吼，啊过来就是吼，伫内底做董事长的吼，哦厝内底唔呐讲吼别装啦，吼所有的车啦啥拢。比别人更加优渥啦，吼，条件都比别人更加优渥，所以去吼，也阁有法度提供着资源啦，吼，来栽培着立委啦，栽培着吼，啊，什么款的官员啦，吼，这个都有啦。所以即马在讲着讲，人真正对这个神的部分啦、修的部分啦，吼，我们真的要去理解一下啦，吼，有时候咱。无了解啦，无了解讲吼，啊，这到底是这尊神吼，予咱有法度伫遮安尼发挥到这个程度，是神性还是人性啊？即马是神性还是人性？咱一般拢会讲，迄当然嘛是神性。前刚有一个搁较笑亏，讲去参加白沙屯嘛，吼，诶，这个吼绕境啦吼，啊，举一支迄啥？也一支迄种下迄落较大支的大箍香啦，然后大箍香，啊行路行，讲大箍香去互花伊啦，啊去互花伊，讲敲电话讲要问啦，问看讲，啊迄路行到一半吼，啊这大箍香怎爱吼去互风吹花去，这到底是好个啊歹个哈？这到底是好个啊歹？啊你要安怎甲应哈？你若讲哦，这白沙屯嘛吼，位啊贵吼，啊怎啊甲你分花的安尼？啊是要讲啊，这是无形法界来咧抢香火，吼、哦、来甲白沙屯嘛抢香火，
吼、哦，要甲迄个香烟吸去，啊，吸了无形的吸去，啊，所以怎啊花的？到底是要甲讲真诶，要甲讲假？这啊，这若讲香拄啊好，迄、那个香卡，行到遐拄啊内底落，拄啊内底拄啊空，吼、哦、啊，风佫吹者怎啊花的？安尼伊嘛问甲。一出太大出呢，一定要问到一个原因安尼，要问到一个结果，到底迄个香压压到一半怎啊花的，到底是好还是歹安尼？所以我们的心是很诚心呐、啊，对神吼、哦、是真的很诚心呐、啊。但是有时候牛气起来的时阵，伊咧问的问题吼、哦，你会感觉比三岁囡仔佫较笑亏啦，啊比三岁囡仔佫较笑亏。所以古早人就会讲啊，哎呦，一羊米饲百羊人，太无影，唔影。所以吼、哦，台湾全岛吼念佛的有够多啦，难怪吼、哦，大家拢讲好，即马吼，诶，这个佛祖足兴的啦，吼、哦，佛祖足兴的，吼、哦，一世界念佛会拢有，嗯，啊，都有钱啊，开念佛会，大家拢做伙来念佛，迄嘛爱，迄念佛会一栋大楼。那四五层的吼，哎，那众生观的无要紧了，哎，那讲庙的家摕来买，迄钱我真济了，哎呀，钱为对来，遐钱敢是出家师啊去赚钱赚来的吗？唔是啊，是这四主提观的啊，所以台湾全省拢有念佛会啊，台湾全省拢有因的什么什么会、什么会、什么会、什么会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敢唔是拢是开众生钱吗？要不是出家人家己去卖碗粿，还是去卖啥物，家己去赚的吗？万无啊，嘴食四柱呢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咱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，有要研究真正了脱生死，吼、哦，咱若真正有想要研究，将来大家拢想要了脱生死，吼、哦，这才有效了。啊，勉强伫遐听啊，嘛无路用。所以咱来深入。要去体悟真理，这就是人有，吼、哦、有禅定，还要有智慧。你无禅定，无智慧，要哪有力量？你没有定，没有慧，就没办法解脱啊。所以母娘咧甲咱讲的吼，哎、哦，要安怎做普渡修缘，要教咱安怎定慧，吼、哦，才会解脱。吼、哦，这有时阵来讲这吼、哦，慢慢啊，你去甲体会，去甲体悟，道理到底伫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台湾呐，吼，全岛真正体会、了解，吼，定慧解脱这部经的精髓啦，吼，要真正了解，吼，实在讲的，吼，咱嘛要很有用心啦，要有系统性的去讲啦，吼。我们在拜母娘的人很多啦，吼，尤其呀，那几啊百经啦，吼，咱讲人，吼，拢要阁是有咧拜啦，吼。啊，冷酷的嘛足济啦吼，但是吼、哦、要搁咧迷茫的吼，也嘛还搁足济啦。所以咱有时阵呢，虚妄的吼，真正要予修行人了解，讲有一条明确的路径吼、哦，咱要用吼母娘的修缘定慧解脱吼、哦，这个经伫这个世间人每一个人拢希望会当解脱，来了脱生死。免受六道轮回的事实，所以这嘛是吼爱、哦、有人讲啦吼，但是讲爱讲个白白啊吼，即阿公阿妈嘛才听有，吼、哦、阿公阿妈也听有啦吼。如果爱解脱哦，我听有吼、哦，听有咱就会晓知影意思。啊，对啊，这就是咧叫咱卖白，吼、哦、来解除吼邪薄，心也卖去要白掉咧，吼、哦、咱要脱出三界苦果。三界可以包含到六道，三界就是天地人，天界就是包括到神和阿修罗，人界就是包括人和众生，地界就是包括五鬼和地狱，三界等于就是指六道啦，吼，要来脱出六道的苦果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因来啥，因顿悟入道，要问论内底有一句话讲。先来讲这个顿悟入道要问论，迄句话有一个人来问祖师讲：啊，要安怎修这个法？要用什么办法来解脱？祖师讲：只有顿悟，只有顿悟这个法门，吼、哦，这随时啦，吼、哦，拢会使解脱。这个人就又进一步去问：啊，什么叫做顿悟？祖师就讲啊，
顿就是爱顿敌妄念，妄念随时爱甲伊提掉，这叫做顿。啊，伊就阁问啊，啥物叫做悟？啊，你有办法去悟无所得，就是悟。所以世间人哦，拢会一直问，一直问。你心若有所得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。你心若想要得啦，我拢是要得的，我无想要失的。吼、哦，我都袂使食亏的就对啦。我敢若想要得，我无想要失，永远都没办法解脱啦。因为人就贪嘛，都、就是敢若要爱你好尔，爱你一个人好就好。一个人若有所得，你心里就被绑住了。若有办法悟无所得，名叫做解脱啦。你若法度悟，甲啥物叫做无所得？无所得，你若悟开啊，就叫做解脱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脱三界之苦果啦，一定要解惑。吼、哦、啊，解惑，然后吼，迄、那个黑幕爱我都掏开啦。吼、哦，不执着一切相。吼，以断于生性为主啦，以断于生性为主，以理想为宗，以无助为体啦，就是自性解脱啦吼。那今日吼，咱就甲讲到这段就好啊，讲到这段就好安尼。咱今仔咧讲吼，人修学要恢复本来面目啦吼，要回来本，要回转来本来面目，要捡起一粒被遗忘的佛性。咱的佛性来碰见你，啊，佛性来碰见你，是不是叫做遗忘？你遗忘的佛性，吼，要纠正迷惘的心灵。啊，珍惜着老母给你的缘分呐、啊。所以母牛讲，伊这条金线。哦，已经来到这个世间啦，所以也讲金线正灵动，就是来到这个世间，恁这灵就等于灵动同款啦。逐条拢是清真的，逐条拢是原真的，逐条拢纯金九九九的。只是落了这个凡尘吼，我们迷惘了太久了，吼、哦，甲九九九的吼，一直吼，啊，甲污染，直直甲污染，污染甲长十八 K 啊，十八 K 国甲污染到尾啊，就一直声数，一直歹的声数，一直歹去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你把那个真金，就是金，无你的金件，吼、哦，这个佛性你甲碰见呢，啊，佛性你甲碰见呢吼，咱要怎啊变啊纠正迷惘的心灵，吼、哦，遵循着老母娘给的缘。遵循上帝赐予的真，刻练转情作圣，法如融化芸芸众生，法如会当应融化这纷纷的众生。当你以前呢，为这个逆天落来的时阵啦，好身上是干干净净的，一点杂质也没有，那嘛无烦恼啊，嘛无痛苦。可是来到人间以后，有足侪物件，吼，互咱看到吼爱，所以我们就把它。越来越弄得越脏越不干净，在恢复我们本来面目的时候，什么是脏东西？仇恨啦，亲心啦，虚荣啦，名利啦，酒色财气啦，七情六欲啦，十恶八邪啦，这叫做歹物啊，这叫做脏的，这会树立吼，无法度恢复原来本真啦，这拢是害你的啦，就是无好的。说有多少就有多少，不过不管灰尘有多少，只要用清水一冲掉就干净了。就如我们看到黑夜好暗，伸手不见五彩，伸手不见五彩。可是一旦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什么都看得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哎呦，
咱有个人讲，迄无形的嘛惊日头。有时咱定咧讲，迄日头若出来就无惊，吼，啊那暗路惊久会拄着鬼，人就会安尼讲。但是日头请炎炎的时阵，迄鬼大家拢嘛走去日头局，哪有可能？那秘伫暗闪的所在，秘伫阴凉的所在，伊哪有可能出来晒日？所以人若拄着感觉讲定定咧夹鸡毛皮啦，吼，你著去外口。差十一点至十二点呀，好出去外口，日头好，请太阳神君甲你普照，好去后日头曝曝咧，安尼你就感觉舒适呀，好为内底烧到出来呢，你就感觉没有阴冷的感觉，嘛无感觉一种阴湿的感觉，那就不会的。啊，里面就不会躲什么脏东西呀，哈，什么叫脏东西？我定讲的，鼻孔低呢，五分钟莫喘气，你讲人阴的。连讲换一解讲，啊，你嘛来啊！你比我搁较阴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咱人袂用安尼讲，人到尾啊，将来有一天，咱嘛是会安尼啦。吼，肉体下步了后，人嘛解讲，啊，你也来啊！吼，你也来啊！啊，我来啊，对啊。但是你歹物啊，我嘛歹物啊。你讲你我，你讲我阴，我嘛讲你足阴，对无？还有啥物差别？吼，所以讲吼，有时家己讲的话啊，家己吞落了。哦，无人甲你吐槽咧，哦，啥物叫做歹物啊？哦，逐条拢嘛无你个真灵，每一条拢嘛无你个金件，是安怎会变歹物啊？肉体下部是安怎会变歹物啊？哦，咱母娘甲咱讲，拢是个金元件呢，卡也是歹物啊呢？哦，啊，怎么教你们才不会成为歹物啊？所以讲，师父引进门呐，好。啊，修行看个人，修道成道则要靠，吼、哦，家己爱有认本分啦，爱有本事，本事摕来用就无唔对啊。好、哦，既然告诉你有本来面目，就要靠你自己去启发他，自己去发现，去成就你这条灵，成就你这条灵山，成就你这条灵。吼、哦，你无甲成就，你这条灵山。客气啊，又阁有啥物路用？同款伫遐咧迷茫，吼、哦，安尼嘛无意义，吼、哦。要怎么恢复觉性的原名呢？吼、哦，你这条佛性判见的，这条真判见，当然在天庭是亮晶晶的，三界十方无处不放光明。而现在沦落在红尘上，活在人的身上，为什么就不光明？因为我们都是吼、哦、被那些。物以类聚，有诶无感感做伙啊！吼，这个光明无去啊，沦落个真啊，已经是安尼啊。别讲起来吼，种种的一切，吼以及后天的习性，拢甲咱压榨，压榨这粒光明的佛性，压榨了你要安怎倒转去返乡的路，你拢家己拢榨了了啊！所以你不能把一份。光明流露出去，不能够圆融三界十方，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就差别在这里。哦、所以有心为啥一直给咱苦劝？告诉你这条，你这条佛性已经有吹到啊！哦，佛经有吹到，道经、道证有吹到，你这条灵性已经开啊！你就必须，哦，必须去哦栽培它，哦，你必须要成就它。那就是因为你的，好、哦，你的身要就伊用，因为灵开啊，你的身躯爱配合伊，伊才有法度成就，伊嘛才有法度解脱。这条灵是要带你成就，带你解脱。这色身肉体是假体啊，有一天会破病，有一天会死，有一天烧烧的无一碗，怎怎的无一后啦。这你都爱有法度感悟，以后我们都会遇到的事啊，好、哦。啊，每个人都要有，吼、哦，咱讲道性的光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唔通跟着，唔好低一个吼，小鬼啊壳，啊，众生的假面躯低调调，吼、哦，你很畏惧死亡，但是你又不想吼、哦、入净土，好、哦，也不想好好的去做事，要想你到最后会沦为什么，好、哦，会沦为，哎，咱讲畜生六道都不知道。好，所以有人说根气不同，其实不管他根气好还是不好，三浊普渡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反正啦，就是有足济心性，吼、哦，在甲咱带，有真济母娘在甲咱关爱，在甲咱关心。只要咱精气脉灭去啦，
只要咱的根性吼，莫离开咱伤远啦，咱拢有机会找会倒转来啦。吼，所以呢，咱若讲先觉者吼会被点化，先觉者，就是讲你先有感觉啦，你先这条灵有感觉，自然啦，心性就会甲你铺路啦。甲你铺路了后，你自然嘛有法度啦，吼，或找回你的本真啦，吼。慈恩毕生讲二四六日啊，吼，咱有开口办事。好，今日就开口办事啦，吼！欢迎咱的道亲啦，吼！莅临诸天必成功，啊嘛伫遮呢，祝大家吼，拢会当万事哦平安啦，吼！啊，出门吼开车大吉，啊，工作中顺利啦，吼！祝福大家！啊，恁今日讲了，若无完全无就职的所在，请咱的长，咱的吼，咱的讲先贤大德啊，多多指导啦，吼！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走